星星，先飞吧。好，走。那路挺不近的。你去看好朋友。你出来看，出来看，已经外面，外面。来，外面，上面。哎呀，那跑跳来跳去的，呜，我掉下来了。阿丁哥也来了，第二个脱掉了。小姐姐好可爱。两个。可以。哎，你真是怕嘞。两只小的，打架。那个是妈妈。是要打多久？然后打一打掉下来，自己又吃不到，都给妈妈。啊，刚刚好像又有撒饼干出来。所以弟弟一直在窗前吗？就忙忙打架。他们两个忙打架。忙抢。大只的。我看到。那个星星，那个小只的。大只的那边。对，塔瑞还在左边吃。发觉这边他还捡剩菜。拜拜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请弟弟来清菜尾。哎呦，妈妈好浪费啊，把弟的菜叶。所以丁哥，丁哥可以安心吃。你就不用跑了。对。他拿什么东西来吃？连吃饱你也走掉了。第二个也回去哦。就剩下他。还有人呐。你看在那边吃东西。好搞笑哦。剩下他自己耶。
嗯